还有个毛钱。还有下午还有一个定位也挺快的出来。不是最后怎么等？我这边就弄湿盆，弄湿盆了。那个定位不够多，那你们马姐在我这儿，我大哥他这样，几根头发，几根毛毛。哎，那我没，那没看，没得什么看法。我大哥才就没几根头发，你也可以。看，那先我来看好了，我去。你说这啊？啊。你们好意思啊？我们一三几几啊？一几啊？没关系，你放心好了。二几几啊？嗯。好吧，那这我刚刚结束，我跟你讲出来。我七块钱，我挣七块钱。好。那都通到来挣了七块钱。那多少人？就这批。好。我那五块钱一个汤头，刚刚我没来吃，因为这种炒菜的，他一记得就在不能。好。我们再说这次好了。好啊。好。哎，你那个纸放不放那个？啊？等你那个，我上次给你的纸放哪了？给你的呀，放你洗啊，放洗啊。把纸巾给我洗了吗？你给我了还是给谁了？给你了。嗯。你为什么放这里？我没带走。你太早就放东西了。给我。他不放心，这年头学的。我有的可以拿出来。知道。算了。我绝不给你拿出来。算了。把纸巾拿出来，待会有人烫，客人来烫不到。那出国什么自己考出考上的？哎呀，自己联系的什么？考托福啊？嗯，托福 ，GRE 也考了。嗯，蛮厉害的。您这店是新开的吗？不是不是，开了时间蛮长的。新开的东西都坏了。凉的。这我们不是要假发。我知道，那不是假发，从价钱上来讲，假发也不便宜的，也不便宜的。嗯，效果又不好。你的意思就是说让我们用假发来剪？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嘛，可以买一些廉价的那种假发，先练到某种程度。那不行啊，那效果绝对不行。这个效果完全啊！你做发型模特是弄个假发的，怎么行、啊？那大家都去做用假发算了。嗯，除了。从来没有过什么用假发去做发型模特。你去想，就是服装上面，一个人穿上衣服跟放在模特假在模特上面完全不一样啊，完全不一样的，不是一点点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你们英语系是不是女孩子很多的？对，基本上没什么男的，男生就比例差不多8:1吧。那你的头发上英语是算最长的了？在我们系，啊，基本上应该是吧。那怎么没有人留长发？不知道，我们系上因为那些女生她一般都留到这儿，然后去很薄，不太有人一直养。那哪个系的女生头发留的比较长？哪个系的？我觉得实际上我给你的建议是，我觉得一些从上海的女生会养的比较长，因为她可能不会经常去剪。那什么专业的呢？专业比较用功的，理工科要么就是会长，要么就会短。理工科，要么就很短，没就是。理工科啊。要么就是真的让她剪的很长。那什么就是这个像理工科这些小姑娘，人家女生队员，要么就像男的，会计、财会之类的，因为金融财会他们学得很苦的。嗯，金融财会学得很苦的。嗯，对的，财务要看的，有一部分人他就会养，但是大部分来讲是大一的女生。嗯，然后从大二开始就没有人养了。不是没有人养，就大二开始的话，他就会经常去剪，就会去弄染着染，吹一吹什么之类的。大一进来都不知道嘛，其实我觉得你们真的要找的话，你们就可以那个，比如说，找人去大一那种新生的宿舍，嗯，下面去贴那种广告。你能帮我贴吗？
我啊，这个比较困难，因为那个宿舍太多了，这种活没干过。你帮我填，我不给你报出来。其实你就不是你帮我填，我不给你报出来。不，这个算了，这个老师太辛苦了。你找什么你稍微觉得那个男生什么的，勤快点的，让他贴近他。好好好，十八分给你。等会我来一个，你来一个多少钱？啊，十块钱。二十块。二十块。坐不满位置了。是不是出国的都要减掉的？不一定，我觉得很多人是不减出去就苦了。因为为什么呢？是因为在外国大学里面，它有过一个季节，它会有免费剪发的，是这样子的。那我这边不光是免费哦。然后什么？我这里就不光是免费的，还有报酬的。还有就是因为他们有的人拿的分文证拿钱比较多嘛，那么他比如说因为。外国剪发很贵，那么一般贵了不得了啊，贵了不得了。对的，就是剪一个发十几个美元，就最基本的男生是这样子的。然后有的女生她，我觉得有的人她会不会剪得非常短。那你像你这样出国的话，奖学金有多少？我这样啊，还可以吧。